Hello， 观众，我是白杨雪。白杨雪来到了这个花莲的北埔，我说向永安，不知道要对点怎样？哦，遐有娃娃机呢。哎，帅哥。你俩找我没啊？哎，我们在做直播，可不可以采访一下？ Okay. 可以了哦。哦，来家。啊，你来家卡电话呢？你在这边打电话、哦？嗯。哦。啊，你为什么隐隐约就看到我就知道我是帅哥？啊，恁家有啥物好耍的无？七星潭，七星潭，但七星潭他们讲永安就阴咩？人家不是说好像晚上蛮阴的、哦？你说晚上吗？对啊，哦、晚上的话可以去市区逛逛。来，这边市区有没有什么是杯酒好玩的？跟我偷讲一下没关系。杯酒？哎，是杯酒的。唱歌啦，唱歌哦，对，唱歌吃宵夜啦，对、啊，好啦，就是来这边哦，遇到哦当地的那个帅哥跟正妹哦，然后花莲的朋友对白杨雪很友善，白杨雪谢谢啦。啊，我没怕这些，我有经过正妹的同意啦。啊，我这种彩排干就拙劣，OK 啦、哦，对，可以，好啦，谢谢啦，好，探险去行。